这个331案中和407案中，现场反映的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为一个人。那么408现场所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为两个人，其中一个人驾车逃窜。犯罪嫌疑人袭击警察、袭击军人，他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抢劫武器应该是他的直接目的。至于背后的动机呢，目前还不好确定。不排除他有敌视社会、敌视军队的倾向。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正是这三起案件严峻性之所在。案情呢，刚才刘维镇与这个许昌明二位都做了介绍，局党委已经做出了对这三起案件进行串并案侦查的决定。这三起案件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在景山区、在军界、在我们的公安机关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受到了公安部、中央机关、最高层领导和这个中央军委的重视。具体详细情况呢，一会儿呢请这个季局长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同志们，我们警察神圣职责就是要打击犯罪，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同志们呢，要完成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大家对案情都做了分析，有两条。第一条，犯罪分子在短时间内连续作案，不排除他有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在这里呢，我提出一个口号，我们要全力以赴保卫子弟兵的安全。子弟兵为营房站岗，我们要抽调足够的警力为子弟兵站岗。如果犯罪分子胆敢出现在第一线，就把他消灭。第二条，那辆面包车是很重要的线索。不管石景山区、全市各分局、各交警大队，都要配合这次作案工作，把辖区内所有的车辆进行普查一次，一定要把那辆神秘的保时捷面包车找到。诸位都听清了吗？听清楚了。目前主要工作是查车。对，查车。我这里强调几点注意事项啊。第一，凡是北京牌照的蓝色微型面包车都要进行登记，不能有疏漏。第二，4月7日没有驶出的车辆必须查实，要有两个人以上证明。三，特别是第三，就是重点，4月7日晚上10点到8日凌晨2点这个时间驶出的车辆必须进行逐一排查，搞清楚车辆在行驶的路线，必须要搞清楚。明白了。这几项工作呢，市局已经进行了部署。诸位下去的主要工作就是检查漏食情况，不能有疏漏。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有这本册子就方便多了。这本册子呀也不是很全，有些司机啊始终未做登记，而且啊驾驶员不一定就是车主。种种原因吧，有些车子在外地不一定在本市运行。不过有这几本册子呢，我想还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这些册子我们可不可以带回去复印一下呀？复印完了立刻还给你。可以，我们现在急事要立刻赶回去。快，情况。中央，我是卢建民，我在二号地区，面膜在向两个方向逃窜。站住！哎，快快快！你来的正好，来，车马上就到，马上准备。哎，是。面包车在接受检查时突然掉头逃跑，引起重大嫌疑。在吕江局长的精心部署下，石景山区警察迅速将其抓获。经审讯证实，这是两名盗车嫌疑人，并挖出背后的一个盗车团伙，但是与408案无关。总计90多个布控点，点上除了布置警力之外，还要组织机动力量，规模不小啊。部队上的同志感觉有些过意不去，我跟孙处长也讲了，这不是过意不过意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在作战。对呀，是在作战嘛。回镇马上打电话通知武警总队、巡警总队，晚上7点按照原来的计划把抽调上的人员集结起来。局机关各分局都要抽调力量参加布控工作。我看我们是在打淮海战役呀。这恐怕还要抽调几百人，还是要精兵强将。你最快的速度拿出一份具体的作战方案来，各警种不能搞分片包干，一定要混合编制。根据布控点的要求，立即组织100个战斗小组，而且每个小组必须要有一名有经验的刑警参加，把火力配备好。好，我马上就着手去办。等一下，我们的对手不是吃素的家伙呀，上次2-6让他给跑了，这次只要他们一出现，立即把他们全部拿下。只要这小子一露头，一定把他拿下。从现在开始，咱们要配合刑警、武警组成100个战斗小组，保卫我们子弟兵的安全。我提几点要求，你们记住啊。第一，要服从命令，少讲怪话啊，不能给咱们巡警丢人。第二，把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安排妥当啊，别今天请假明天有事，听着没有？要有长期的作战准备，告诉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啊。第三，要注意安全。跟同志们说，这一次不同往常，啊，一秒钟都不能麻痹。他们手里有枪，穷凶极恶。咱不仅要制服对方，还得保护好自己。听明白没有？明白，明白。哎，
你们和你们的同志们，如果出了事儿，我拿你们试问，一个个都活着回来见我，听到没有？知道了。好，叫同志们熟悉一下新的战斗伙伴啊！好了，散会。啊，季军，黄总啊，嗯，布控方面的工作，你会很辛苦的。哎呀，理所当然，我们巡警就是配合刑警工作的啊。黄总队长，嗯，大家都是为了，大家都是为了案子，这话永远不犯错误。分组情况怎么样？已经就绪。出发。谁呀？我，连我你都听不出来了，你干嘛呢你？干啥玩意儿啊？哎呀，瞧，瞧你，我看你干嘛？你干嘛呢你？自己在屋里边你还锁着个门，你干嘛呀你？这又不出车了？这人怎么回事啊？还指着你出去赚点钱呢，你可倒好，赶紧还人买车欠的钱。你倒好，在这喝上小酒了，你喝还反了你了呢。行，我这心里烦着呢，我告诉你，你可别惹我，你惹我就打我。干嘛呀你？出什么事儿了？被人罚钱了？让人给骗了，我一猜你就让人给骗了，看你那样就像。我说从昨天回来你就垂头丧气的，夜里睡觉都不好好睡。你哪知道？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大了，比那大多了。遇上坏人了？可不，就是遇见坏人了。这坏人也没把你怎么着啊。这可是800辈子没摊上的邪性事儿，可把我给吓坏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说了我可就没命了。有这么严重吗？真他妈撞见鬼了。你猜怎么着？前天晚上啊，我拉了一小子，这小子手里有枪，跟警察打起来了，梆梆梆，当场撂倒了三四个。上哪儿啊？337汽车总站。你这拿的什么呀？这是？啊，这个，装修用的木板。快说吧。对，337总站10块钱。好。那边可有警察查身份证，你要是没带身份证，咱们别趁早别找这麻烦啊。那就去古城地铁站吧。去古城地铁站您得再加5块。行，来。
别管点什么，对方有枪。我这能捡条命回来，算不易了。那你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吓死人了，你该怎么办？你说你该怎么办呀？你自首去吧。我不能去自首去。我这开的是黑车，我去自首去。先甭说逃跑这事儿，就光这条，也得罚他个万八千的。咱欠这么多账，再添这么一大窟窿，这得挣到哪辈子才能挣回来？是啊，咱挣点钱不容易，外边又欠了一屁股两类债。可是你要不去自首，那不等于包庇坏人吗？所以我烦呐。这两天啊，一直都想这事儿，昨儿夜里睡不着，起得抽了两盒烟呢。我可真拿不定主意了。不行，我看咱们得去公安局自首。咱们家虽然穷，挨罚是小事，这包庇坏人可是大事。咱小小的老百姓，别的不懂，这小事大事还分得清。不行，咱得去自首。挨罚就挨吧，那也别让公安局找咱们头上钱。走，咱们现在就去派出所。哎呀，你让我再想想行不行啊？哎呦，你还想什么了？走吧。还是不行。那是坐我的车，我这要去自首去，他非杀了我不可。那咱们就更应该去自首了，趁他还没有找到你之前。让公安局把他给抓起来，那样咱不就安全了吗？走吧，别犹豫了，我不行。起码这会儿不能。我现在这脑子乱着呢，去那儿我不落祸了吗？要去也得明晚去，明晚我去还不行吗？哎，好吧。晚上派出所也没有个当家的人，明儿早就明儿早吧。明儿早我也不去派了，这案子派出所管不了，要去得去分局去。你别跟着瞎扯了，还要自个儿去。喂，苍明吗？啊，嫂子，你放心，苍明在吗？啊，他出去了。带手机没有？那好好，我护他。好好，再见。没事没事没事，喂，苍明吗？
哎，别着急，别着急，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还是你潇洒呀，啊，还有时间练拳脚。我嘛，都快急死了。哎，苍明，我昨天晚上想了个事儿，想跟你碰一碰。你看，是我过来，还是你过来？哎，算了，还是我过去吧。公园的空气怎么也比我这办公室好，好吧？好，一会儿见啊。好，再见。我现在在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犯罪分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普遍的看法，他是个退伍军人。我现在觉得光这样认识还不够，那你说说看。你看啊，从案发现场来看，特别是408案件的案发现场，遭遇战，双方在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他们抢先跳车，而且一跳车就先开枪，第一排呢打了4枪，3枪呢就打了我们3人，紧接着呢是跳跃式逃窜，在逃窜的运动当中呢，又第二次开枪，共打了5发，4枪呢打中车身，打破了轮胎，跳弹击杀了司机，这些都能说明什么？弹孔我看过了，均匀稳定，这说明他的射击技术相当高明，而且有着非一般人所能具备的临场应变能力。对，这我们俩的看法是一样的。那不一定。哎，你先听我说啊，有问题我们再讨论。好，那先听你说。根据以上各种条件的反应来看呢，我觉得啊，第一，犯罪分子极有可能是个退伍军人；第二，他很可能是一个当过特种兵的退伍军人；第三，他具备特种兵里特种射手的能力；第四，根据现场他的应变能力和反应来看，他极有可能是参加过越战的退伍军人。毕竟是四分推理。不错，这是现场给我们的提示。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就可以大大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你认为怎么样？不敢苟同。怎么？没有道理？道理是有。那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子弹。331案件犯罪分子抢枪呢，抢的只是空枪，枪里边并没有子弹。你也知道，按照条例规定，哨兵持长枪上岗一般不带子弹。一周后呢，就发生了407、408两起案件，可这支枪却射出了子弹。子弹的确是个问题。子弹是一个谜，犯罪分子子弹另有来源是肯定的，这也证明了我的另一种推断，几个案发现场罪犯使用的子弹批号是一致的，这说明罪犯收集子弹的渠道是比较单一的。我们从查子弹下手，也可以大大缩小我们的范围。你的第二点分析，我非常赞同。关于子弹问题，我已经着手做调查。就是他。你了解4月8号凌晨开发区那辆面包车的情况？我了解。知道。那辆面包车你认识？我认识。那车是我的，我就是那天晚上开那车的司机。你坐吧。那你说一说那天夜里开发区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当时呢，我正跟车上呢。开始的时候啊，一看你们那警车，那打我车的就逼着我跑。
后来没跑成，他又让我把车停边上，我一停下，他一下车就打起来了。那你为什么不打来报告？我有顾虑。什么顾虑？我那边有黑车。你给我来一下，到时候去谈。那你说这条怎么定？可以定为接触并能够熟练地使用军用武器的人。什么样的人能接触并熟悉地使用军事武器？不还是当兵的吗？那不一定。啊，我不跟你争，这条就按你说的定。还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服过刑、有过重大犯罪前科的在逃人员。这一条是不是又太具体了？可以把最后一项去掉，改为包括在逃人员。来，喝点水。谢谢谢谢，走走走。你既然已经看见警察了，警察打坏人的，你应该有安全感了。你为什么还逃跑？我从来没见过这阵势，地上躺着三四个警察，满身的血，可把我给吓死了。那你说说后来的过程？当时我这脑子一团乱，我这沿着这道奔西就一直扎下去了，半天都没敢回头。下人，这么晚出去干什么去了？我没出车，上几个朋友家玩牌去了，回来晚了点了，这回家呢。你车从哪儿过来？门头沟。你把那个毛布袋子扔到什么地方了？当时黑灯瞎火的，我也记不清了。哦，可能是在叶川村那边吧。喂。哦，局长。什么？出租车司机找到了。好好，昌明也在我这儿。好好，我马上过去。好了。出租车司机找到了，吴建民他们已经询问过一次，我马上过去。好，咱们马上过去。我去石景山那边打电话。好。那个乘车人身高有多少？不矮，大概得有1.75米以上。好像还高点儿。他穿什么衣服？绿衣服，好像是军装。裤子我印象也是绿的，不过那天天太黑了，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长相，哦，长脸，颧骨挺高的，眼睛不大，哦，眼睛底下有这个眼袋，黑乎乎的。不对，眼睛说不好，
我就是上车前跟他说了几句话，没特别注意他。他身体壮实吗？哦，壮，跟运动员似的。他什么口音？啊，他讲的是哪儿的话？普通话。是普通话还是北京话？北京话，我那天没跟他说几句话，就碰上警察了。好像是带点河北味的那种北京话。你把你们之间的对话再说一下，尽量说的详细一些。我问他，我说你去哪儿啊？他说去37总站。我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他说是那个装修用的木板。后来我说你要去三四总站，你得给10块钱。他说行。上车以后呢，我说，哎，哥们儿，37总站那边有警察查身份证的，你要是没身份证，趁早别找这麻烦去。他停了一下，停了一下，他说：“那是去古城地铁站吧。”我说：“你要是去古城这边，你得给压5块。”他说：“行。”好像就这么多了吧。你跟我们去一下市局吧。有些事情还需要你做。你们不会抓我吧？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我这可是主动来自首的。你自什么首？你耽误了2天。你知道这2天意味什么？我们出动多少警力，就为了抓你这辆面包车？我好了，来坐。你有顾虑呢，我们知道。不过你能转变过来，主动报案，我们还是欢迎。我希望你能继续跟我们合作。我可不是坏人呐。我们让你过去啊，不是要抓你，主要让你过去呢去录一下音，另外呢再详细的回忆一下犯罪嫌疑人的相貌，帮我们做一下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哎，马上就到。就这里。杨大妈，杨大妈在家吗？哟，刘所长啊，什么风把您这大所长给吹过来了？哦，他们是公安分局的，找您了解情况。哦，大娘啊，您家离公墓比较近，您有没有捡到过像这么长的毛布袋子？没有啊，我这人也不爱出门，上哪儿捡那毛布袋去啊？那您家里人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毛布口袋呢？没见过。大娘，您别太有顾虑了，这个毛布口袋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您要是看到谁捡着了，交给我们，我们会给他发奖金的。哎呦，你再发奖金我也没见过呀，也不能让你给钱我就瞎说呀。他们说这可实话，这条毛布袋子确实很重要。您要是真见到了，或者是听到有谁捡着了，你就带我派出所找我去，告诉村委会也可以。发奖金那可是真的，这是帮助公安部门做工作。哎，我听明白了，可我确实我没见过嘛。好了，大娘，那我们就走了先。那你不进来坐了？改日再说吧。啊，走，走了，大娘。哎，再见啊。
这杨大娘就这么个脾气，人不错，就是有点犟。这刘所长和下边挺熟啊，基层工作嘛，常下来走访，到我那边看看去。哎，大娘，我给你打听点事儿。你看到这么长一个毛不带？不知道，不知道。哎，你别跟我走了，我不知道。你等一下，我给你管去管。哎，你别走啊！这样找能找到袋子吗？这是任务，别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有人议论怕什么？就是有人骂大街，咱也得找啊。那就扩大范围继续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叶川村的陈村长，这是咱们分局的卢队长。哎，你好。我在村里票长联席会上把派出所的意思讲了，发动群众找找线索，下午我去票里串了串，确实没人捡到那条毛布袋。陈村长是个办事认真的人，那就谢谢你了，有什么情况咱们再沟通。你说卢队长，我看可以。哎，诸位专家请。请。请。诸位呢都是语言方面的专家。我请诸位来主要是想让你们帮我解决一个难题。我这里呢有几句简单的对话。我算了一下。十句话。79个字，我想请大家在这79个字当中呢帮我鉴定一下，这个讲话的人说的是普通话还是北京地方话。大家呢不要有什么顾忌，不要有先入的观念，我只想得到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评判。诸位专家请坐。各位专家，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吗？嗯，行。好，我问他，我说你去哪儿啊？他说去37总站。我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他说是那个装修用的木板。后来我说你要去三总站，你得给10块钱。他说行。上车以后呢，我说，哎，哥们儿，37总站那边有警察查身份证，你要是没身份证，趁早别找这麻烦去。他停了一下，他说，那就去50地铁站。我说你要是去50这边，你得给加5块。他说行。好像就这么多吧。请再放一遍。可以。再放一遍。
他说去三四一总站。我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他说是那个装修用的木板。停，重放这句。怎么？他说是那个装修用的木板。他说是那个装修用的木板。那可以了。哪位教授先说？还是孙教授先说？还是徐老师先说吧。我觉得这个人不是标准的地道的北京话。肯定的讲，这个人呢，他是在北京周边地区生活过，或者说是在外地生活过的北京人。这里边还有个小小的问题，听录音感到是一个人在学着另一个人说话，模仿着本人的口音，很容易被带入到被模仿人的语态之中，所以会产生一定的失真度。我认真分辨了一下，他本身的说话和学舌的话还是有区别，最重要的区别有两点。第一是木板这一句，还有地铁站口这一句，他自己用的是地铁站而不是地铁站口。这是结论吗？是的。如果刘处长需要鉴定书，我可以在鉴定书上签字。我也是这个意见。我的意见也是这样。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协助我们工作。下面我来汇报一下408专案组的工作进展情况。到目前为止，408专案组呢工作取得了两下重大突破。第一，我们现在已经找到408案发现场出现的面包车及面包车司机。第二，根据语言专家的鉴定，已经基本确认犯罪嫌疑人的口音。嗯，他操的什么口音？是北京地方话。所以呢，专案组认为该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本市人，其居住地呢应该是在337路汽车总站附近。你有什么根据吗？第一，首案331高井电厂袭击哨兵一案，其案发地点呢距337路汽车总站距离很近。首案呢在侦查学上的意义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但它恰恰是能反映出犯罪主体的自然情况。第二，犯罪嫌疑人在与巡警发生冲突之前所搭乘李明驾驶的面包车去的目的地也是337路汽车总站。第三，我们已经确认407、408两起案件均为是一名犯罪嫌疑人所为。408枪战是发生在犯罪分子袭击完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返回途中，案发地点呢恰恰是在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与337路汽车总站这条线上。哎，老黄，你看怎么样？